早上大大，早上清桑，你好。我叫曼古斯瓦蒂瓦克里，我今年三十岁，我结婚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同埋一个仔。我喺台湾三年照顾老人家，喺香港三年照顾老人家。我识照顾老人家，仲可以去公园行街，去买嘢，听句话。老人家八十岁，老人家健康。我食住餸，青衣、青雞、柴雞、臭菜，仲買普通、普海東、普切瓜東、普紅蘿蔔東。我就點中起身，我起身思考個水，蔬菜、麻菜、青雞住餸，煮菜、菜餸。我唔食豬肉，因為我酸味夠，但係我可以煮豬肉。我會行叻。罗萨田蛙，希望你请我多吃大大，多吃青山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